纪录片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有演不来的魅力跟编不来的剧情。纪录片就像是一个旅程，这个旅程其实你可以快，可以慢。我们透过纪录片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春夏秋冬。有的时候你拍的时候，你觉得啊，如果有风就好，哎，风就来。 因为结果都在不同的地方等着你。好，来了。在我在拍纪录片的时候，我的态度其实比拍剧情片更敬重的一个态度，尤其是对于不可知的力量，就是其实真的是要顺天意的去完成纪录片的拍摄。似水华年，这里有最精彩的华人纪录片等着你。